如果买这帮是你要给我做，还是你去？不要了，我们这我们就不用给了。不一样。刚刚那个前面就刚吃的那个，他太重了，他想要下车，不愿意排队，他那个来说，有点太痛心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哈、早上的我们的传统技艺哈就到这边结束了哈。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个竞技的一个活动。